告诉大家三乘次第，就是从凡夫到圣人的位置上，要经历过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乃至最后成佛。知道了这样一个修行的次第道路以后，我们在实修方面又必须了解理和事的差别，乃至理事不二。所以今天我们看永嘉禅宗集的卷下理事不二第七，禅宗集里面所表达的文字比较深色，因为是古文，同时呢又是平文，像诗歌一样，所以内涵非常丰富。但是我们用白话去解释需要花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为三条，也就是在修道路上，我们先要做一个对于修行的状态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到底是先要明白道理，还是要在生活当中去实用。明白道理和实用这中间有多少差距，有多少相同的地方，所以叫理事啊，事理不二。那么从凡夫来说，我们在事项上修行好像比较容易，因为你念佛啊、拜佛啊、烧香啊、磕头啊、诵经啊，都是属于事项上的，有相的修行我们能把握得住。那在理上的修行呢，我们必须要明悟其中之理，你用心契入这个理的时候才会跟理相应。所以理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说是更难懂一点。那么如果你见到了理上通达了以后，理很容易，事项上反而更难。何以见得呢？就是理上是我们悟道的，就你体会了、明白、领悟了这个道理了，这理就通过去了。但是通过这个理是一下子就通过去的，把这个理再拿过来的生活当中去对照，在事项上去对照就比较艰难。比如说我们在道理上大家都知道，我不能有贪欲，不能有嗔恨，不能有愚痴，不能傲慢，这一系列的不好的这个现象呢，我们在理上都知道这不可取。但是遇到事情，我们马上就被事项所转了，所以理和事很难统一。那么永嘉禅永嘉大师告诉我们，事和理我们要达到不二的境界，不要把理和事啊强为分开。如果把理事分开，那凡夫理和事是分开的。比如说你这个想的是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啊，理事是分开的。修禅定的时候得到禅定的快乐了，但是呢他内心虽然得到禅定的快乐，对于出世间的这些法他还不了解，所以在世上好像能做到一点了，出世间的法他还理解不了。那解脱道的圣人出国罗汉，他理上见到了，一次见到永远就见到了，但是他想了生死还要经过七世的轮回啊，七返人天。所以理上比较容易，事上比较难。大智度论有一个比喻叫做智目行拙，就是理上明白就像眼睛，实际上事情上的修行、事项上的锻炼就像行走。就我们眼睛只要头一抬就看得很远，但是你想走路，那你一定是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过去的。眼睛看得容易，走起来就很难，像我们看高山一样，
你这头一抬山顶就看到了，你要爬到山顶那就要费老鼻子劲了。所以呢，离和是这两者在凡夫在二乘人都是分开的。学习佛法叫闻思修，听闻经教，思维正法，修习正法。闻思都是属于理上的，大家在这里学习的时候都是理上先明白了，然后再落实在生活当中，所以理在前面，事在后面。但是大乘的菩萨他告诉我们，大乘的禅法就是你理上透过去的同时，你要知道这个理是并没有离开事相的，就所有的事相都有它的理。你真正见到理了，就在所有的事相上都能见到。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明白这个缘起法，或者佛法直接讲，事相上的是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六根六尘六识五蕴之法。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唯物和唯心，就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你能够想象得到理解得到的，这些都属于事相，都不是理，是你脑袋能想得出来能说得出来的，这都不算是理。那佛法讲的理是什么？就是超越这一切相的无相的不能表达的，这个才是他的理。一旦表达出来了，那就是事相了。比如说我讲的话，虽然讲的是无相讲真如，但是我讲出来的这个真如的这个话这个字就变成是事相，因为这个话这个字是可以理解可以把握的。那理上呢是比较难把握，所以有一点讲形而上学啊，在形态之上，或者说在形态之外，超越了形态。一般的人把理和事是这样子分开。那大乘佛法呢，一定要讲你看到理了以后就要看到事，看到事了之后呢就要看到理。所以这段话我们看永嘉禅宗集里面，他从一开始讲，夫妙物通衢则山河非庸，明明志向则丝毫成格。这就是前面理透了以后，山河大地都没有阻碍你，庸就是阻碍的意思啊。明明志向就是凡夫被明被相所障碍所停滞了，障碍住了。那丝毫就是哪怕是一点点都会构成我们内心不能通透的这个感觉，也就是特别是我们学佛的人听了很多的经教教理以后，这个理呢你很能说，然后你把这个会说的这个理啊就当成自己已经悟到了，所以在这个份上呢往往会错误。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听闻经教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第六意识妄想来听的，就你在听的同时已经用第六意识妄想在分别，在分别的时候你把分别的结果确定下来，所以这个确定的都是法尘，都是啊妄想法尘妄想分别，所以呢就会有构成这种丝毫尘隔，心里总是不能通透这个真理。所以后面一直讲到十八页的中间，十八页的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行的中间的部分就是真妄不差于自自意耳。到这里呢都是讲的事相与理性，就是事相和理性两者如何统一。那我们大家想要理解这个修行路上，你必须要掌握事和理这两码事。比如说我们打坐用功修行，初步修行的人都会着相修行，着相就是你感觉到自己打坐一个小时了才是修行，你感觉到自己拜佛了诵经了具体有一件事情可做了，哎，我在用功。
然后我们看别人呢，也会觉得他们是通过这种像在那里拜佛啊，磕大头磕好多啊，啊，我们就觉得这个人他是很精进很用功。哎，理上我们看不到，他自己知道。所以一般的人呢，都会在事项上用功，却忽略了理上的用功。那么理上怎么用功呢？理上的用功啊，一般来说就分开两个步骤。在凡夫的状态，在我们没有开悟的人，你一定是通过闻思把这个道理想通了，听明白了，这叫相似的理解佛法，或者叫做解悟。相似的理解呢，这有些世俗上的人没有学过佛法，他与这个表达的语言方式啊，相似于佛法，不准确。比如我昨天啊，跟一个居士谈的一样，就是平常我们都说佛教讲一切法都是缘起的，缘起性空。那缘起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就说哦，缘起就是指一切万物皆是因缘和合而起的，皆是因缘和合而存在的，皆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是不是这样？平常看文字的时候，你就会这样去理解，这样子去理解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认定的这个山河大地，这一切法都是存在的。它的存在是怎么存在呢？是有其他的条件组合起来存在的。我们认定的这个存在，实际上就是凡夫的凡夫见，就是一个错误的知见。那么佛法讲缘起，其实并不是告诉你这个事物是存在的，它讲缘起的意思就是条件组合起来，既然是条件组合起来，它就不是自己存在。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切法皆是因缘和合而空的，皆是因缘和合而幻有的，皆是因缘和合而假有的。因为讲幻有讲假有，就直接针对我们凡夫的心态，因为我们凡夫觉得这是真实有，所以佛法讲缘起是想破除我们对法的这种坚固的执着。所以一般的人从文字上去理解佛法，他怎么能理解得准确呢？那么就算我们现在已经理解了，哦，原来一切法就是因缘和合而空的，那这个理解虽然是对了，可是你并没有感受到，并没有真正的看到这一切法皆是空的，所以这还是解悟，就是你准确的理解了还算解悟。那准确的理解了以后呢，你要正式的理解，那就要签字啊，亲自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到这一切万物，然后你看到这个万物的这个状态，就看到它的真实的状态了。这个真实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手上拿着，大家首先都说是书啊，就当一本书，这本书我们以为是真实的，其实我拿的只是纸，并不是书，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质量都是纸而不是书。那么书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存在过，它只有名称叫书，只有样子叫书。所以事相就是指这个，就是外在的事相上所表现出来好像是真实的，而内在的理性上呢，它从来是不生不灭。明白了这个理以后，那我们修行该怎么修？落实在具体的修行上，也就是说你平时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对事物本身的它的内在的这个理的理解，用这种对理的观察去观察一切万物，这个时候当你看到事相，同时就看到了这个理，听到没有？就是看到这个事相，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书，我就知道哦，书是由纸而成，书自己是从来没有生灭的。所以《心经》里面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然后你看到柱子的同时，就知道柱子是水泥，是砖头，是钢筋，是其他的啊，这一切组合而成。那么柱子它只有名称，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存在的，它的理就是指空。所以讲缘起性空，
讲的是空的道理。那我们观察到一切人事世间万物都是如此，那么事相上有事相上的规则，佛法不能偏于理，也不能偏于事。二乘人他为什么会遭受佛陀的呵斥，就是他偏于理了，他证得了这个真空之理以后，就全身心去感受这个空，对于世间的有啊他一概否定了，所以他落入二乘的境界。那大乘的菩萨呢，要从二乘的境界里面出来，也就是既然我能感觉到这是书，一定有教他书的事项，有教他书的规则，那这个书的存在，大乘佛法讲就是由因缘果报。所以一切万物只要它有事项上能够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由因缘果报的。因果啊，不是简单的针对我，也不是简单的针对我们有情众生，也不是简单的针对我们的心灵的感受，或者某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因果是指佛陀对于缘起世间一切万法的它本身的这种规律的观察，所以因果是一种规律，确切的说呢是因缘果报。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事相，一切事物它的存在必定有它的前因，一定有它的前因。任何一个事物包括我们的起心动念，你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对自己身心的快乐痛苦的感受，都同样一定有它的原因。这个原因是朴素的单一的，单一朴素的原因构不成结果，所以在它原因的主因之下还必定有它的助缘，有它辅助的条件。比如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个瓜子种下去，这个瓜子是因，但是如果我把这个瓜子种到了开水里面，种到了石头上，它就得不到瓜，它也得不了豆，所以它必须要有土壤，有阳光，有水分，要有这样的条件辅助它，它才能生起来。那么这个辅助的条件还有千差万别，比如说你阳光充分不充分，这个水分充分不充分啊，泥土肥沃不肥沃，都会构成它最终结的这个果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我们的起心动念乃至我们现实的这个世间，任何一个心态，任何一个物质的存在，它都是有必定的原因。比如简单的说，大家坐的这个凳子，这个凳子直接的因就是木头木料，那它的助缘就是木匠油漆，还有其他的空间包括时间，才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木头都能够有前因有后果产生的任何一种结果，所以这个结果呢，佛陀就分结果是具体存在的事物，就是事相。有了这个事相以后，那我们有情众生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分为我们对这个事物，对这个结果会直接产生一种感受，这个感受也跟前因后果跟缘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同样一张凳子在这里，那身体好的人他坐在这里可能觉得蛮舒服的，身体不好的人呢他觉得不舒服，他可能躺下来更舒服，这就是他的因不同，所以他的报不一样，但他的果还是一样。因为木头做成了凳子在这里，这个结果你坐下来这个结果一样，但是你对他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所有的结果只要你对他的感受不一样，这就是报。主观的感受是报，客观的存在是果，所以果报这两个字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凡夫同样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受苦，是轮回，是是非颠倒，是善恶分层，是黑白难分，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感受了很多的痛苦和不自在。可是佛菩萨他如果也跟我们一样坐在这里，他也同样感受这样的空间，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候，但他的内心就不会有这么多痛苦，
不会有那么多抱怨，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内在的因已经不一样了，他已经把自己的因地啊改善过来，所以一切事物的存在一定有它的前因后果。那么对于果的感受，佛法说就是正报和依报。我们对它的感受，正报就是身体，我们也拥有身体，大家也拥有身体，你对身体的感受是什么，这是正报。依报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所依赖所生存的环境，这环境也包括他人，就是我正报就是我的身体，我的心情，依报就是我的物质的世界，以及我的朋友，我的亲人，这外在的这一切人事对我来说都是依报，就是互相依赖而存在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事物的存在呢，它本身有因缘果报这个规则，但是这一切的规则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一切的规则，一切的因缘果报的存在，它的理，它的当体，它的本身是无自性的，是空的，这个要认识到。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修行或者就着相修行，或者就偏空修行。着相修行的人，他相信因果，相信因果报应，然后呢在理上很难通达。比如说做了一件坏事，他的心中念念不忘，放不下，舍不掉，连忏悔都忏悔不干净，这就是极大的障碍。那如果偏理上的修行，他认为理上通达，一切法界不可得，所以有很多人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其实呢，他并不的这个不懂得这个理，他在酒肉穿肠过的同时，是贪嗔痴烦恼在心中留，并不是佛祖在心中留。如果他在理上真能通达，知道这一切法当体是空，是无所得，他以无所得的心去做事情，那么他就不会有贪嗔痴。不会有贪嗔痴的时候，他如果真需要喝酒，那他就喝酒，他就应该喝的。那他真需要吃肉的时候，他吃肉也是应该吃的。是什么道理？因为他心中已经没有贪嗔痴慢，因为他的心已经跟这个理完全相应了。所以我们看南传佛教佛在世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吃肉的，他也不是吃荤的，不是吃素的。然后这个藏传佛教呢，他生活条件那样，他也是吃肉的。我们汉地因为有素食的条件，所以主张吃素，包括喝酒也是一样。如果这个酒我们是戒律不能喝的，但是如果你生病了，病得很严重，医生说你一定要用酒下药，你的病才能好。如果酒不用这个酒的话，那你就会死掉。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守戒的人，你说我一定不吃，我让他死我也不吃，那你这个不吃就是犯戒，你不吃还是犯戒。所以呢，理上不通的人呢，他修行路上经常会非常着相，非常固执。当然有一点，你不要说我脚风痛我就吃酒我这个手不舒服我就吃酒自己在那里喝酒还找借口，那个不行的。因为这是医生要下这个对生命有危险了，产生负面作用了，这个时候才可以。要不然你自己找借口，那就是执理废事。所以永嘉大师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事理不二？因为在禅修的路上，很多人事项上因为容易做到，他反而忽略了事项。在理上通达的，在理上他觉得明白了，一切法皆是空，或者打坐的时候呢，身心空掉了，他出来就会目空一切，傲慢的习气出来了，自己不知道，然后甚至对三宝也不恭敬了，他觉得别的人都不懂，就我懂这种我执我慢强烈的表现出来，他还不知道。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虽然在道理上明白了一点道理，但是在行为上却构成了一个连修行人都不是的这样的下场。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正式禅修
特别是修天台圆教止观啊，永嘉禅里面告诉我们的止观法门，在修这些法之前，我们要懂得事和理呀、啊、是完全一体的，是同时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真正明白了这个理，你这个理在生活当中能派得上用场的，能起得了作用的。哎，你现在悟得了这个空的道理，你就是在对人对事当中，在名利财色面前，你是不是能空得了？你还能空得了，那你就得大自在。如果你理上觉得哦，听了一些经教，觉得自己懂了，然后遇到事情呢，心里总是着在某一个相上，那你理上没有真正的通达，理上没有通达，你又执着自己以为自己通达，在那里胡作非为，那就是大妄语。大妄语的人，他的生命是堕落的，而不是一种升华。所以在理上虽然看不到，我们一定要了解理和事一定是不能分开，不能分开，偏在任何一边都不行。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听经啊，说啊有很多鬼神啊，我们就害怕。为什么？因为你又偏于事相，却不知道理上我即是佛，我们跟佛是平等的，因为真理是不会改变的。第二段呢，永嘉大师告诉我们的是从这个十八页的刚才那个地方开始，一直到十九页倒数第三行上面这句话，就是行无别会则会本无也。这第二段呢，是解说了假名与真体的不二。假名与真体，什么叫假名？什么叫真体？假名就是指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世界上，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骗局当中。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实质上呢是空的，是无所得的。但是这种假名的安立又是枉然有的。什么叫假名安立？就是你能够感受到的东西一定能够说得出来，说得出来，只要你用语言去说，说得出来就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它就只有名称自己，只有名称，名称下面名称所包含的那个内容其实是空的，名称之下并没有真正的内容。就像古人有句话说，名不符实，有名无实，或者说但有言说都无实意。佛经里面是指的假名安立，一切法都是假名所安立的，并不是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在那里。那么怎么去体认这个假名安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后面啊，永嘉大师他这个词啊用了很多。假名，我刚才说的这个书就是名称，它的名称的存在没有实质的存在，因为叫它书的时候，它的实质就是一个纸张。然后你再进一步这个汗比较多哈，好好好，只要你给他一个名字，名字下面的内容就不是他自己。怎么说呢？叫他书的时候，他的内容是纸，那我们说这是一张纸，其实呢它已经不是纸，它是木浆，是木浆。哎，你说它是木浆的时候呢，其实它是树做成的木浆。你说它是树的时候呢，树已经不是树了，树是站在地下，是什么？地里面长出来的水分啊、泥土这些养分，各种化学原料。那同样的，我们的桌子，我们的椅子，
你只要有一个名称给它安立了，这个名称的下面就是空，就是零，就是名称自己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所以所有的名称都是无自性的，这叫假名，不叫真实。那假名所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真体，就是透过的这个假名以后，你就发现它的真实的本体。大家有没有看到真实的本体？就是我讲这本书的时候，你书跟纸张的关系，你一想，书是不生不灭的，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生灭过，书没有生灭过，纸呢做成这样子了，我们说是书，纸如果不做成这样子就不是书了。那反过来说，我把这个撕成两半，或者把它摊开就变成一张纸，就不是书。那不是书合起来又是书，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啊？我摊开的时候并没有减少，没有减少，我合起来的时候并没有增加，没有减少的没有增加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说它有生呢？生是从无到有叫做生，是不是？生起来消灭掉，哎，加起来的时候说有输了，它并没有增加，我放开的时候它并没有减少，所有的原料还是这么多，所以说它不能没有灭。所以书虽然是这样叫书，翻开叫纸，叫不叫书，但是书在这个世界上它是没有生也没有灭的，叫它书它也没有增加，不叫它书它也没有减少。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那看到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知道了书的不生不灭，没有生也没有灭，这是指书的假名，叫它书是书的假名，不生不灭呢是它的真体。那依此类推，我们看桌子看椅子也同样，桌子做成这样子叫它桌子，如果把它拆开就是一木板木条，拆开的时候它的原料并没有减少，做成这样子并没有增加，但是拆开就不叫桌子，做起来就叫做桌子。所以这个桌子的名称它只是一个假名，因为它的真实性是没有生也没有灭。所以对于我们修道路上也同样，我们在打坐在用功的时候，前面我们不是学过四禅八定吗？哎，你修一个禅定，只要你给它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之下就是无自性的。比如说初禅，我们讲初禅的时候，它具体表现是什么？就是十六错，四大的十六错，地水火风，这十六错缘起构成了初禅，所以初禅它是不生不灭的。同样的，我们以后修行路上的任何境界啊，大家要知道，任何境界包括真如佛性菩提涅槃，你现在能够形容它的，当你证悟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名称跟它的真实是两码事。名称是用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可以去形容可以去叫的，这是一种事项上的表现，就是表现在具体的事物当中。那它的真体呢，就是菩提和涅槃乃至我们世间的这个真体，它都是不生不灭的。那我们要了解这样一种状态以后，你在修道路上，就是当你出现了一种境界，包括禅定的境界，法喜充满的感受，你就要知道，只要你能够形容，能够说得出来，能够感受得到的，心经里面讲的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皆空。哎，你感受到的东西，能够看得到，能够感受得到的，全部都是空的，你就不能执着说它一定是有。所以学禅宗的人，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叫做佛来佛长，魔来魔长，就是佛来了你不能着这个相，魔来了也不能着这个相。那有些人在修行修到一段的时候，他会出现心地一片光明的感觉，
他就看到了很多的光明。一看到这个光明呢，他就执着这个光。如果你禅定功夫深的人，你有时候比如说看到一个人来，你的这个眼睛啊，就像是 X 光一样会透视。他站在那个墙壁前面，你的眼睛会看到他的墙壁后面去，穿透他的整个身体，他背后的东西你都能看得见。这是什么？就是一种光。这种光呢，是由我们对空的理解。像四果罗汉，你看他能穿墙越壁自由自在，就是他对这个空的理解已经落在自己的行为当中了。我们大家平常虽然你听了说，哎呀，世间都是空的，做人都是空的，人生如梦，说是这样说的，但是你心里遇到事相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去感受的。所以我们还是一直执着在有。那当你看到这些光的时候，有些人就执着了，就以为哦，我现在有智慧光了，甚至三更半夜没有电灯的时候，你找路也能看得见。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这其实还不算解脱的境界，还是凡夫的境界。所以禅宗讲啊，光影门头不能做活计，就是你见到佛像啊，见到各种状态啊，各种境界啊，乃至各种光见到了啊，阿弥陀经里面讲的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哎，各种各样的光现前的时候，你也不能执着它，因为只要有相就是尘，只要是法尘，它的单体即是空的。如果你看到了这个光，却不能体会空，那你就偏离了佛法，偏离了假名与真体。所以光是一个假名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啊本体上我们认为的可以执着的东西。所以呢，不认识这个光影的人很容易出问题啊。我们见到那个民国年间，这个东北有一个王凤仪老先生，他就是三更半夜诚心所至啊，感动了天地，非常诚恳对人对事。那有一次呢，他一个朋友被抓去坐牢了，被拘禁起来。那他这个朋友是被冤枉的，就他知道这个朋友非常好的一个人，然后他一听到被抓起来啊，他就心里就非常的着急。就那天已经傍晚的时候，他就想办法说，我一定要去救他。他自己也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有什么职务的人，天快黑了，他已经来不及了，就那种诚心，然后就赶紧去跑去啊救这个朋友。找着找着呢，路就黑了啊，路黑了，他那个山路也一直走啊，一直走走走到半夜，他离那里大概有80多里路，那要找很远了。那天黑的时候，他找着找着半夜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啊，天地一片光明，就是找路跟白天一模一样。然后他找到了那里啊，就把这个人解释了以后，把这个人还救出来了。救出来以后，他就知道，他说天地之间自有正道，就真诚心所感召到这种光明的境界，然后他就认为这是真理，然后就开始劝人为善做好事啊，也是遵从这个儒家的这些道德观念，那做了很多的好事。那么他这个人呢，就是认识到了光明的境界，认为这就是最终的真理。但是佛法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了这个光，你也在打坐当中也能看到，在生活当中也能看到。如果你看到了，那在我们心中是非常舒畅非常舒胜的感觉，就这种感觉你都不可以执着。一旦执着了，你的我执还没有断掉，你还不能了生死。所以佛法的正知见就是，不要说世间的那些不好的境界，鬼神之道、恐怖的境界，或者做的一些噩梦啊，这些境界根本是完全是虚幻的。就算我们现实的当下，它的当下也是无题，也是虚幻的。就我们刚才看到这本书，它都是一个虚幻的，它只有名称。所以你认识到这个理以后，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感受到的一切仇恨、一切委屈、一切痛苦，你在心中你就发现，这一切东西只要你能够形容它，说我很冤枉，我很苦啊，我很烦恼，你只要能够形容的这些一切世间恶法，它也同样是单体无自性的。
啊，章体即空的。所以要明白这些道理，你以后修道的路上才不会出差错。那么第三段呢，云嘉大师告诉我们，是从19页倒数第三行，就前面这个缘会而行，则明会无别行。你看这些文字啊，看上去都很深色啊，一般的不专业的人啊，我们要解释半天，一直到最后就是20页的第四行上面这句话，又非非有，非非无也，就剩下最后一句话。到这里为止，这是第三段，讲的是缘起性空。其实缘起性空就跟前面的理事不二是一样的，只是从缘起法和它无自性的空上面再进一步的解释不二法门。那缘起的世间是让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是因为缘起而感受到了世间的无常。我们大家感受到人生是怎么回事，世界是怎么回事，你要去观察它的时候，从哪里开始观察？按照佛教的眼光，你首先要观察这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变化的。变化是我们所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最直接的状态，最直接的。所以万法之实是诸行无常，因为它是无常变化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永恒存在的。它只要是事相，只要是缘起，只要是有假名有名称，它就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它就不是一个永恒的。那大家去感受一下，所以没有永恒，没有独立存在的这样一种境界，观察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乃至我们内心当中的每一种思想。第二种境界叫做诸法无我，没有自我，因为它是无常变化的，所以纸也可能变化为其他的东西啊，书也可以把它变化为纸，凳子可以把它变化为桌子，桌子也可以变化为凳子，沧海可以变为山田，山田可以变为沧海。所以世间万物它既然是变化的，就不能主宰，既然不能主宰的，就没有自我。那我们用第六意识妄想去分析一下，就是这种普遍性存在的规则是不是如此。如果你现在能够确定确认世间的一切它一定是在变化的，你千万不要追求什么永恒，特别不能追求世间法的永恒，世间的财色名利包括这个我们学佛的这些知识听闻来的这些概念，你都不要追求它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的我执，从小到大那个我好像感觉很真实，这个我都不是永恒的。你如果观察到了，看到一切法都是无常，确定了，然后接下来你就会体会到无常之法都是没有自己。比如说我们大家觉得我有个我存在，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觉得我还没有死啊，我觉得我的身体还存在，因为你还没有死，所以你始终觉得我存在。但是在死亡面前，你就发现这个身体其实不是我的。很多人到死亡的时候才能发现。那我们现在呢，你可以提前发现，你提前观察这个身体的变化。如果你是一个科学研究者，那你就去观察我们身体细胞的组成，每个人全身的细胞3-5天就整个换了一次了，也就是说5天之前的你其实完全消失了，在这世界上早就没有了，5天以后的你是不停不停的重新新陈代谢，新的细胞诞生，而维持了你这个样子好像还存在。
身体，它一直是这样子生生灭灭的，因为它的特性就是无常。所以你感受到这种无常的真实性，然后接下来就发现这个身体因为它无常变化，所以我从来就没有办法主宰自己。而有些人以为我可以让自己健康啊，我要锻炼，我吃药，我吃补品，我通过各种锻炼使自己健康，使自己长寿，这种努力也就是增加一些健康的因素，让你寿命可能更延长一点，也就是我们讲因缘果报，你就增加了一些缘好的条件，所以不至于你那么早就死掉。如果你增加的是不好的缘，暴吃暴喝喝酒吃那些不健康的东西，那你就提前结束这个生命。这就是你给你的身体造就了什么样的缘，它得到的是什么结果。所以这么一观察呢，这个身体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可以主宰的，我想动就动，想坐就坐，想站起来就站起来，好像想睡觉就睡觉，表面上好像是这样，实际上呢你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它一定是有条件你才能可以这样自由，比如说我这个手要举起来，它一定这个空间在这里我才能举得起来，如果我前面已经是天花板了，可能我就举不上去了。我的身体还有好的时候，血液都在流畅的时候，我的手还能举起来。如果得了一个脑血栓啊，或者是其他的病，那个瘫痪了，你就举不起来了。所以你能够举起来的，你能够做得了主的，表面上好像是我能够做主，实际上呢，都是被这些条件已经局限在一起，早就被条件给你掐得死死的，你不能自在。所以世间这一切都是条件给你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因素，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有独立的能力来主宰这个世间，所以我们不主张有什么人来主宰这个世间，创造这个世间，因为这个世间是有很多条件组合起来的，他即便要来创造这个世间，他也要有条件才能创造，所以他只看到创造，却不知道这是条件。也就是说一个木匠，他如果执着自己这个桌子就是我有能力把它做起来，他只看到这一层，其实他错了，木匠根本做不成这个桌子，一定要有木头他才能做成桌子，木头起到比他更重要的作用，他看不到。所以呢，认识到这一切法的无常以后，就认识到无我。那么认识到无我，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是理上和事上的这区别。就我们大家如果现在你关照这个世间，关照我们的身心，你能感受到这个世界压根就没有一个我，这个无我就是你。那我们感觉到有我呢，这就是事，就是事。你叫我叫某人，我们马上就应了，你说我在干什么，你马上说我坐在这里，我在听课，这就是事相。这个事相你明白了以后，同时你要发现这个事所配套的理，它是无我，没有自己。那么这么一来呢，你在生活在修行就会圆融自在。就是永嘉大师告诉我们，事和理这两者它是不二的，你千万不要把它分开。那你一旦体会到这个无我以后，你就不要一天说去到处就说哎呀无我无我，不要到处那一念，也不要一心想的就是无我，停在无我的世界里面，然后你不去做好事，甚至呢因为无我呢，那饭也不要吃了，活也不要干了，你不成一个傻瓜，就成为一个天空涅槃的治疗汉。如果你没有真正认识到无我，你就可能就成为一个傻瓜傻掉了。如果你真正见到了这个无我的道理，那你偏在我无我当中，你可能对世间事业成就毫无兴趣，度众生也没有办法。所以永嘉大师这个永嘉禅，它是属于大乘佛法。你证得明白了这个无我的这个理体以后，一定还要感受到有我。有我是什么？是缘起的事相，事相上有我，那么事相上有我了以后就好办了。事相上有我，我们就说这里什么，这是书，我们说有书在这里，
那是什么？是住职，是有住职在这里。那我们有工作，有家庭，有子女，有各种社会关系，都是有的。这种有你没有必要去否认它，这种有的存在。但是你偏于有，就是凡夫的之见。你看我们大家从小到大就偏于有的凡夫之见。然后如果你认识了空以后偏于空，你就会傲慢，你就会瞧不起别人，你就失去了世俗当中缘起法的这种世间相，失去了世相。所以空有两者绝对不能偏。所有的修行法门，包括念佛法门、参禅法门、持咒的密宗，都一样，都是要理事两者圆融起来。但是凡夫呢，因为你不能达到理事圆融，所以开始着手要从事相上着手。我们执着事的人，我们都知道，好像特别是唯物主义啊，就认为这个物体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他就认识不到其实物体本身都是条件组起来，他自己就没有无我的这点，他看不到，所以他认为总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这种执着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从事相上给他一步一步的引导，让他回归到理上。然后当你知道了这个理以后，又从理当中回归到事相上，这两者要给他统一起来。所以心经里面我们一开始就讲了那四句话，舍利子，这个叫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薄亦空，空薄亦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薄亦空，就我们都执着色法物质的世界，他告诉你，你执着的这个跟空没有差异，实际上它的本质就是空。然后当你体会到这个空以后呢，二乘人知道这个理上是空的，是无我的，他抓这个空不放。因为如果大家能够体会到一下空，你现在就能感受得到，就是所有的一切烦恼痛苦同时也会空掉。所以小乘人呢，他把世间的五欲六尘世俗的快乐空掉的同时，也就空掉了我们这一切的烦恼痛苦。你把世间的情感啊这一切全部空掉，你现在如果能把物质上看到无我能够全部空掉，这个时候你看一下你的心，马上你会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所有痛苦也同时已经被空掉了。所以小乘人他对涅槃那么感兴趣，这痛苦都没有了，这就是涅槃了。那么这样子呢还偏空还不行，所以第二句话佛又告诉我们要空不异色。你执着这个空跟执着这个色两者偏离了，是一样的，都是执着。所以从空当中还要去认识去肯定这个色法。然后第三句话呢就连在一起说，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是就是就是，两者绝对不要分开，不能分离，空和有不能分离。你在修行上感受到空的时候，你要同时也要感受到缘起法的存在，所以不会诽谤因果。如果有些人他真正的对教理不是很通达，他如果用功感受到空，感受到无所得了，感受到无我了，他偏在这个感受到无我的时候啊，他马上就说，哦，原来因果缘起是给凡夫讲的，不是给我们讲的，他会这样去诽谤因果，那他就达不到大乘佛法的空有不二这个不二法门，他达不到，他会偏在空当中，甚至会造业。所以呢一定要回来把空和有这两者融为一体。当你融为一体以后，从修行上说是见到以后的人，就你见到这个空的人，然后见到以后的修道的过程呢，他完全是不否认事相上的感受。比如说他不否认人天称的善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非常清楚，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也不否认罗汉正德的境界。第三个，他不否认菩萨度一切众生有无量的功德。他不否认一切缘起法的同时，就是不否认
这个缘起当体就是空。所以诸位以后在修行上呢，你如果不修行，在世俗的生活当中，也就是两种状态，一种就是你被这些事相纠缠在一起，你的心一直被这个事相上纠在那里，空不了，放不下，很痛苦。另外一种呢，你说无所谓了，全放下了，放下了以后你却不负责任啊，这两者是凡夫的颠倒。然后你修行的这个用功的时候呢，你在两种时候会感到很高兴。一种就是比如说你坐在那里啊，身心很愉悦很开心，或者坐在那里突然看到光明了，一片光明了，突然呢又觉得轻飘飘了，反正是有感受的，有觉受升起来了，你感觉非常开心，这是着有，是知有。那另外一种境界呢，就是你坐的时候身心很安，安下来以后就空掉了，什么都没有了，感觉是无所得。只有空掉了无所得了，你又开始觉得哦，这个才好的，你懒得做事情了。所以这两种境界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要注意了，就是任何一种空和有出现，你都要跟两者联系起来。所以事和理呀，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不二的，不能分开的。特别是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你听法觉得理解这个道理了，我们经常会看很多人他讲得很好听，做得很差，这是凡夫的心态。另外一个呢，我刚才说了，就是正因为我们凡夫把事和理两者都分开的，都搞不清楚的，所以呢你先要在理上通透，然后再回到事相上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如果你现在理上不通达，你在事相上就算你做得再好，偶一大师说过了，广修徒众如无相好佛，通得千七百公案，明了三藏十二部经典，无名业事未断，都是自欺自狂。就是你在那里修行用功，觉得用得很好了啊，但是你的心里面还没有空掉，还有一个相在那里执着，还没有认识到无我，你都是在自欺自狂，都不是真正走上修行的道路。但是这个时候要不要修行呢？也要修行，因为我们理又不通，事相上可以抓的地方你又不抓，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理没通之前，我们是做修行的基础，做修行的准备工作。所以藏传佛教呢，它用四加行甚至五加行，其实汉地的任何一个宗派都有资粮位加行位。这个加行就是让你在有相上面去修行，就是说让你在有相的上面先去用功，用功到一定的时候再转入到无相，一定是从相上开始努力啊，不要停留在这个相上。所以从加行开始努力，努力到最后还是要从加行转入到法的本身，要见到加行虽然找冤枉路，但是冤枉路找多了，你的脚跟锻炼好了，一旦你跑到这个正路上面，你就跑得很快。所以我们大家看，你心里面如果用功用不起来，理上不通达，但是你一定要讲究人伦道德观念，一定要做一个善人，与人为善的好人。你做了这个好人善人以后，然后你一旦见到了，你修行很快，非常快。如果你现在都做好人都做不起来，人家叫你帮忙你就说哎呀，我要打坐用功我不帮忙，好了，你以后修行路上障碍就很多。所以只要是认定这个修行的方向，升华生命的方向，那随时随处体会到理事不二的这个法门。那么最后呢，永嘉大师还有一句话说，如是则读言语道断乃心行处灭也。言语道断就是告诉我们呢，在语言这个道路上，言语就说话的这个上面，乃至我们心行就心中所思所想，言妄虑觉思想妄想，乃至语言，因为它都是相的，你一旦体会到这个理，理是不二，你就去感受这个不二的道理。就看到事的时候就体会到理，看到理的时候就在事相上去看，这两者才是圆满统一的。
所以这个是四离不二，我们需要了解。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